这个盐，
完结，这个改变一年。今年咱新闻学科，我们来改变这个年，要来改变这个年，但是呢，一定要安怎完结？这个不是咱新的学科，上要爱的。
无以上拜一世人，受机会迄个个股，遐尼大个冲击，咱互相呢，下个回家的时阵，拢会聊聊啥物话哩？聊聊甲你听啦，讲吼，顾客发现世人好听啦，吼，我无意见，但是呢，要甲我好吼，卖用足侪个个时光来好，卖用用第三只。Gracias.
真歹的卫生，就是讲大家拢在插，种地在插，扫地在插，人在改讲在市场做商品的卫生对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唔通互伊做一个做商品的卫生啦，吼、哦，做商品的卫生。那么呢，讲到这部的有安尼，互咱听起，咱会感觉吼，会感动吼，一个人希望讲。后世人要搁来的时阵，希望会当多见。但是呢，咱刚有讲过讲，咱若要做一条路，做做啊是会当安怎？会当先理先想事。其实呢，我阿伊在想，第一，咱想的这条路要会行到好行，吼、哦，哪有不是先理先想事？那么安尼来着？所以大家来讲啥？三千万、千万，当啥？离婚不得。啊，千万当啥？离婚，吼、哦，原点。千万离当离婚先，离先当先，那就先离婚，先，吼、哦。那何况呢？这段时间真难挨。那么呢，咱今日这个怎样子？伊安怎？一直拢电话一直咧甲恁教，咧甲恁播咧。啊，恁会安怎？会歹势咧？会。啊嘛会感觉惨，我想他是歹势，未来感觉真惨。啊，伫咱无阿讲起，伊就是咱无阿个啥？心理。哦，伊是咧甲咱无阿机会哦。所以呢，如果咱想咱学到，若是有几个啊，真有话讲个，咱来好好把握这个好个。要是讲，吼、哦，大家会当互相，那讲互相扶持，吼、哦，互相会当打好。当咱咧害怕的时阵，因为人都无害怕的心。如果呢，当咱咧害怕的时阵呢，会当呢，常常甲咱鼓励，常常甲咱纠正。然后安尼，一段时间无出来，会愈来愈歹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有前辈遮，有时咧甲咱鼓励讲，好啦好啦，祝福我们。多出来比赛，啊，想到是，那讲叫不得太少，到尾啊，你就会心里感动，吼、哦，心里感动，吼、哦，这是咱学校最近一段时间的课程啦，吼、哦，因咱学校是讲真排班，啊，所以呢，有咱这个营养、营养类的不断的，吼、哦，也在来上，吼、哦，不断的也在来上，吼、哦。家里咱好好刚刚经常啊，喜欢当工的，哦，喜欢当工的。那么呢，后来呢，环境会当改变一点，所以呢，必须看到这条路，感恩工厂，工厂那是国际的路，那得多大？哦，那么呢，咱今日咱知影的是安怎？因这个有这个流动汤不断在改善，也就。这个话，伊希望讲从咱的道中道下到家己带动个心思想，哎，这就是伊的原因。伊感觉讲，哎，咱袂使安尼落去，所以呢，爱从咱的道家己排到有声有色，这就是伊的原因。所以伊就有迄个咱，咱嘛就有那些吼，家己从平时内内内听出来，啊，迄吼，迄迄落，迄海苔啦，啊，迄啥咱过去的这过家拢啥？我好有困难，啊！
精进，阿维主持就是精神的，人家地方哦，就是我啊，我要超我阿妹尔，哦，阿两天过前年才来到的平哥，安尼来久嘞，才两个月尔，你看人家在顶块的是简单两个月就去，就天都有伊的地位出来，哦，阿维来到较深，所以呢，前过只上个星期把安排这班。Thank you.
在苏州干过。
前妻嘛，我前妻嘛，哦，时常讲啊，迄种话见地的男性，为什么无去烧烤就无提落来？他是一个以前故事，应该爱去这个部落，应该爱去甲客人会提落来，然后再来各种讲，啊，所以就爱安尼讲去拜访，啊，其实呢，那时啊，这个人家就过来讲，那后边在讲。Yeah.
专职也当了，不会拣选。那改选的话，就很不会哦。那是不是常常听到，讲新北，咱的新哦，那北卖的时阵，就是啥，容易受到外口的影响哦，来带来影响哦，外口的这个影哦，影响来带来影响，所以来讲。
上，艳红色带过时尚。来，我今天改变。完全红色手画出来，艳红色带过时尚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是一个很用心，好，很用心，好，一水不行不，好。那么呢，地藏王菩萨呢？地藏菩萨，伊的誓愿是啥？地藏的归依，南无佛经，法誓不虚。好，那么呢，咱的弥勒尊佛的誓愿是啥？得将咱三途的世界改化作莲花佛果，这样东西。但是咱世间，迄些众生拢无钱啊，阿袂啦。世间的众生阿袂无钱，但是呢，观世菩萨修行，观世无畏，但开无畏，一定清净。哦，那么呢，地藏菩萨嘛一定清净无畏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。遮罪的这个因，哦，咱只是啊，就是菩萨要来参悟，哦，把凡事呢，从今仔开始，只要咱发一个啥呢，哦，咱发一个愿，哦，发一个愿，那么加上咱忏悔，真心忏悔的心，哦，加上咱真心忏悔、忏悔的心，搁会当哦，这个感悟的这个心，那么咱自然呢。改变一些因缘，哦，也能够改变一些因缘。那么呢，将来呢，买随着这个因缘来改变，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恶，哦，恶果的业，哦，来改变咱的恶果。所以呢，他来讲修行呢，就是像啥，业念经，哦，修行呢是像业念经，无讲暗色，讲光明啊，哦。讲暗时讲无用啦，人生不用出心多，应该就是用出心啦，吼，应该就是用出心啦。其实咱过去嘛，今日吼，真侪讲出来吼，咱真正的辛苦是佛陀东配，佛陀东配，所以咱世上有啥讲安怎，好心者华，歹心者华，有无？好心者华，歹心者华，啊，就是表示咱真正是有心无愧，哦，不然咧用，啊无嘛咧用哦，哦，如果你真个心量若是善的，啊咧就是心，哦，就是不咧用。啊，若你真个心量是歹的，哦，因为咧，哦，啊不是好的，那么安尼真就是去用无咧用，哦，那么咱修行很好，但就是讲如果会当。将咱的心本来，吼、哦，本来咱这身躯一天24小时，如果呢，咱的心念也是本来若无好心，8小时也是好，欢喜心呢是
眼睛可以拉回，胸膛的是叫。